你好，美女，哎，你好。是你叫我来相亲的吗？是的，这是我小孩，我是二婚的。哦，你有小孩了呀？是二婚了呀？对。哦，那算了吧，咱俩就不相了吧啊？怎么就不相了呢？我看不上二婚的女人。为啥呀？我觉得二婚的女人可能都是有缺点、有问题才成为二婚的，是吧？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成为二婚的女人呢？也有可能是男人的问题啊，我这个就是我老公的问题，我们才离婚的，不是因为我离婚的。我觉得女人啊都是有问题，不然会离啥婚啊？你老公有啥问题啊？是吧？就不赚钱，然后赌博，不赚钱，爱喝酒。哎，那都是小事。我觉得你就因为这点小事就跟你老公离婚的话，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啥好女人啊。我就想找个老实人。我这个人呢、啊，就觉得二婚的女人都不能要，因为二婚的女人啊。肯定是觉得自己的丈夫有啥问题啊，才会沦落到离婚啊，是吧？二婚也有好女人的呀，你看我就带孩子在身边，这证明就我就是好女人了呀。哎呀，带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觉得你是一个二婚的，我看不上，我真心看不上二婚。离婚离过婚也不一定是女人的问题啊，也是会因为男人的问题才离婚的呀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，如果一个女人是好女人的话，是永远不会离婚的，知道吧？自己的男人有任何问题呢，都会依着男人来的。难道被自己男人打了也要依着男人来吗？打那肯定是做错什么事，不然男人怎么会无缘无故打女人，是不是啊？有的男人就这样子啊，喝酒了，然后发酒疯，无缘无故就会打自己女人啊。这种男人少得很，这种男人现实生活中少得很，很多呀，很多。我觉得女人现在的女人问题太多了，各种挑自己的老公才会离婚了，不然你怎么会沦落到女生呢？沦落到离婚了，是吧？如果你也是那种不好的女人，我娶你之后，你还不是各种会嫌弃我？你不像我老公那样，我就不会嫌弃你了呀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你老公那样，反正女人呢，我把我孩子带在我身边就证明我是好女人了呀。我觉得你要跟我在一起你才了解我这个人，你不能直接说我离过婚就不是好女人了吧。我觉得离过婚的女人呢、都不是贤妻良母，这你要当老婆你就都不能好好当，是吧？才会沦落到离婚嘛，不然是吧？一般离婚男人呢也是不想离婚的啊，是吧？所以呢不可能会别人会抛弃你，是吧？所以呢我觉得女人呢都你先了解了解我呀。我不需要了解了，我要找头婚没结过婚的啊。就这样吧，再见。